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阿 Lam 继续同大家分享半日安的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就讲到半日安的演出列表，就讲到1960年。咁今集开始咧就1961年啦。1961年，侠女恩仇、小金锣拜相、小状元、百鸟朝凰、神蛇飞虎救正宫、沉香太子、独龙潭救母下集、汉宫英烈传、十载含冤为我郎、桃花扇、十三岁蜂王、小侠白金龙、沉冤塔、杨门女将告御状、女飞侠红姑、火蟒英雄传、金凤斩蛟龙、一命救全家、夜光杯的下集、三战定江山、夜光杯的上集、一文钱、万里寻亲记、慈母千秋、傻侠勤王、无敌杨家将、大乡里出醒、无头女卖头寻夫、沉香太子、独龙潭救母的上集、小红娘、情场乌龙、狄青、花木兰、傲姑爷、风尘侠女、奇女薛一娘、百幸孝为先、打死不离亲兄弟、飞天宝扇门斗灯、小金锣拜相的大结局、女驸马金殿鸣冤、女侠戏金龙、平阳公主替子受斩刑、血洗爱河桥、危城金粉、三告状、一飞冲天、福禄双星、白帝城会妻、金凤银龙双挂帅、鬼侠、木偶公主、双太子飞渡雁门关、金牌计、斩柴仔蜂王、王陵爱汉会爱妻、狄青五虎平西、兰精闹阎虎、梨窝一笑九重冤、一笑倾城、沉冤得雪、望夫亭、火海圣治奇、望儿楼、一曲琵琶动汉王、春满帝王家、仙鹤神针新卷上集、财神刀、为狼头段也心甜、假玉郎、一点灵犀化彩虹、雷鸣金鼓战家声、老豆赚钱女享福、八仙闹东海、
万事胜矣。金锁匙，万恶淫为首。先学神针新转嘅下集，半剑一零嘅上集，天降福星，苦海亲情，半剑一零嘅下集，情合华云龙，摩登大冚，芬芳香艳喜迎香喜迎春。哦，咁跟住就1964年啦。1964年咧就有血掌印，满堂吉庆，一弯眉月伴寒衾，无情宝剑有晴天，打龙袍感受天堂，香城九凤同埋红菱血嘅。咁呢度红菱血啦，亦都系半日庵嘅最后一套作品啦，系佢嘅遗作啦。因为去到1964年啦，咁半日庵就因为身体不适染病，咁之后就屡医无效，咁就喺1964年就离开呢个人世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半日庵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N 与Lam 频道啦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名伶嘅演艺人生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到时继续收睇。好，拜拜。